不要拦着我上天，我可是天上的仙人，是不能沾到地上的，不能沾凡尘。大理寺少卿看了看已经醉得不知道天地的林墨，又拿起喝的酒看了看。按道理说，一点普通的酒应该不至于让人醉成这样啊，都把人看成动物了还想上天。不过在看了这个酒瓶之后，大理寺少卿终于明白了。你又偷我的酒，这坛酒在树底下埋了10年，而且是烈酒，一般人根本就受不住，你看看把人家给醉的。林墨看到大理寺少卿踢花孔雀，一下子就急了。你干嘛要踹我的坐骑？你自己没有坐骑吗？这哪是你的坐骑，这分明就是我家的坐骑。他的儿子可不就是他家的吗？请问我能当个人吗？他以后再也不穿的这样花花绿绿了，实在是太伤人自尊了。系统，这个坐骑真的不是我的吗？不是你的，这真的是人家的，还是人家亲生的。